夏季是芒果盛产的季节，在南投埔里有一家传承了祖孙三代的冰品店，他们用自制的冰沙、芒果青和冰淇淋做成了芒果爽，色泽鲜艳，香甜可口，带您去看看。先放一层芒果冰沙，叠上芒果冰淇淋，再铺满新鲜的芒果丁，用芒果精点缀一下，最后淋上炼乳，冰凉又充满芒果香味的芒果爽就可以端上桌了。小朋友一口接着一口，让人也忍不住想要尝尝看。我觉得这个芒果爽很好吃，因为它的芒果甜甜的，然后吃起来身体会凉凉的，夏天吃的时候很好吃。我觉得这冰沙绵绵的很好吃，这碗芒果爽大碗让人吃起来觉得很过瘾。这第一层是新，这是我们自己打的冰沙，第二层是新鲜当季的芒果，第三层是也是我们自己做的爱普芒果冰淇淋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制的情人果，是以当季新鲜熟透的芒果下去做的芒果爽。这家已承传三代的老字号冰品店，坚持天然食材的理念，不加化学原料，要让顾客吃出冰品的原味。好吃。我们都看到很多百年老店，也希望说我在冰品业界能成为一个百年老店，一直传承下去，一直不断的改变创作一些比较新的产品，能服务大众。炎炎夏日，是否想来上一碗芒果冰沙，体验不同层次的冰凉口感呢？这一大碗将能满足您的味蕾。新唐人电视陈汉昌、孔祥威，台湾南投采访报道。